刚刚路过应该是停路这边吧，我们看到他们这边是在干嘛，我们会看一下。不过都打着那个红脸了，好热闹！这是在干嘛？这个？搞僵尸，僵尸连这个。一个村子走一个村子。哦，现在才开始吗？我们回来去走回来了。哦，直接走回来了。就我们一个村子去一个村子做客。这样子的。到家了。我们睡了两晚。明天有吗？明天没有吗？听说明天这里做牛是吧？那边下面有。这么多东西，还要多少？已经分了，现在是第二轮了。第二轮了，分第二轮，第二轮分了。第一轮了。我们看一下，这个太热闹了，大家都知道那个脸上都在打着这个红。看一下，这里面包的全部都是一些水果。饭啊，水果啊，这些还糖啊，什么东西都。糯米饭、水果、糖。水果什么东西？都有的，鱼也有。你想包什么就包什么。哦，这样子。我们看一下那个旗子上面拿着那个旗子特别壮观，我们看看。这边是要抽秋是吧？我们看一下。来，给你拍一个。好吧，走走，我们过来打赛。我要你，你要钱的，出个球的，我要。那我们请走了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太多东西了，这个。我们看一下他们那边一个，他们都拿着那个旗子的。不知道拿着那个旗子是什么意思。他们抽秋那个都分一个旗子吗？那个是干嘛用的？那个啊，那个拿着旗子啊。那旗子是拿来做衣服用的。做衣服。主要就是拿了那块布是吧？对。现在抽秋的话就是拿那个布。谁抽到秋了，谁就拿那个布。那个秋里面它写的是什么东西嘛？写的有没有都没有了嘛，因为我们已经每家每户都分到了嘛，然后剩你这么多，然后大家不到火再来抽，谁抽到谁就拿。主要现在抽的吧，就是抽那个旗子。对。那待会这个水果这些呢？分了，已经分了，分好了。这个是已经分好了的。对。哇，那不是一个人都有这么多吗？没有，四十来户。四十来户全部都是你的。太热闹了，早知道我们今天早过来的话，那就特别好看了。哇，那个竹子上面，那个竹竿上面都还有好多那种挂的，有那个糖果啊，看看。这边是穿的都是这种冻布啊，这个。上面有那个毛巾，有毛巾，有鸡蛋，还有那个冻布啊。另外一个上面的话，就是还有那种糖果啊，一些零食这种包装的零食，太好看了。这边都是糖果、鸡蛋。对，这个是布，冻布，自己做的啊。今天奥丁小馒头吗？今天奥丁小馒头怎么？灌两个鸡蛋，可以直接可以吃了。我看你们好热闹，这个。我们现在看到他们都是扛着那个旗子就回家了。哇，今天这个是要分了，好重一袋，就感觉。
哇，两个人抬。哇，两个人抬的好重，这些这个一百多斤。好了，各位，这边呢，明天也要去那个斗牛，所以说呢，咱们先过去那边去看一看，因为明天肯定是人多车也多了，我们先去找一个地方把车给停好。